到市亚南社区结合校校的资源，为离乡陪伴班的囡仔来设计社区创客课程。除了学定时设计，家己来做吹泡泡机等内容，也来应用着父亲节的来到。学生运用简单的原理做 LED 的卡片，和收到礼物的爸爸会当有真无同款的惊喜。就由老师引导，加入着创意，丰富亲子卡片给了科技的感觉。一直过来，哦，粘住了，然后就传过来，传到这里来，这里，所以这只是副级。对着创客的交流，为了开发囡仔创新的学习，加上着实际操作模式，南投市亚南社区有专业老师来协助安排识别课程，带着绩效陪伴班的囡仔来吸收知识。可以进一步应用在生活当中。做卡片，因为我觉得让我可以 DIY， 然后可以，让感谢爸爸这年的辛苦。父亲节卡片，他希望可以用就比较新的方式，所以他就说他要用 LED 的灯泡，然后教小朋友做父亲节卡片。然后因为这个老师比较年轻，然后他也设计一些比较新奇的课程，例如他有教小朋友做 AI 机器人的存钱筒，然后还有自制的那种自动的吹泡泡机。加入到各种不同款的学习元素，激发到囡仔的动力，为佚佗当中快乐参与。从日常生活中举例，哪一些是需要有条件判断的概念？那昨天呢，则是有动手做的课程。那我让学生制作泡泡机，那就是希望他们从首先是观察说明书，然后观察那个线路呢要怎么接，电路才会导通。我体验到许多我以前没有用过的东西，比如呢？比如说他要用焊的把锡焊到电线和马达上面，那个过程虽然有点臭臭的，不过很好玩。配合着台湾网际小社区陪伴计划理念，社区利用休息时间安排多元丰富的课程，让囡仔更加多才多艺，充满着自信心。记者林云新采报道。